农民收入提前实现翻番目标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19年突破1.6万元，提前一年比2010年翻一番，连续增速连续10年高于城镇居民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缩小，由2015年的2.73比1缩小到2019年的2.64比1。今年前三季度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,297元，实际增长1.6%。第四季度增速将继续提高，小康之年，农民将有更多获得感、幸福感。